放弃永生，谨记第一眼法则，你见到的第一个男人就是你的真命天子。相公，我是萧白，我的父亲是当今武林盟主，你且随我回凤鸣山庄。带我回去，那岂不是机会多多？上官雀跃是谁啊？千月洞的洞主。千月洞是什么呀？魔教，有个厉害的魔教教主当亲戚，太好了。 他果真是上官秋月，可他并不像绿袖说的那样。难道大家都没见过他？说就说呗，动什么手啊？被人看见多不好。谁看见？嗯。那把他的眼睛挖了，不就看不见了？哎哎哎哎！等等等等，哥哥，你也太血腥了吧！他方才出手伤你，还擅自打扰你我兄妹团聚。 老规矩，别见血，别吓着我家小春花。等一下，生命就只有一次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留下他这双眼睛吧，啊！方才哥哥说那个什么心法。 我可以帮你偷，你放他一马吧。那怎么行？本来就不会武功，之前还差点丢了性命。你还是跟我回千月洞吧。哎呀，哥哥。也好，我的小春花心地善良，那我这次就饶他一命。 你的眼睛还是自己留着用吧。谢尊主，谢姑娘。只是妹妹要千万小心，不要被那萧白发现了身份，否则的话。 他发现会怎么样？那就休怪哥哥无情了。嗯，哎，人呢？喂，那我怎么找你们？那个心法到底是什么？喂，春花姑娘，你刚刚是在跟谁说话呢？ 啊，我刚才是在练声的，这是我的日常爱好，要不要再给你来一段？咪咪咪妈妈妈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春花姑娘，还是赶紧随我回山庄吧。嗯，好的。这会儿倒像是有了轻功的样子哦。 叶星主对自己的新帮手可还满意？恭喜尊主重新笼络花小磊，只是属下不明白，尊主为何要谎称是他哥哥？既然已经失忆，那便重新来过。又跟萧白扯上关系，有意思啊！是属下愚钝，还把我当成哥哥。
那就能继续帮我偷心法。尊主英明。这心法是什么东西？各门派的宝贝。武林中人不应该这么狭隘，好东西应该拿出来，大家一起分享，交流无阻才是。属下这就吩咐下去，让顾星主和贺星主加快取得各家心法。那萧家心法呢？让花小磊继续就行了。花小磊，小春花。 小春花，花小磊，好像还是我起的名字好听一点。此人性情凶残，手段毒辣，凡是见过的人都被发现后怎么样？正邪不分。 都是一死。不行，我得去找小白问个清楚。春花姑娘。 小白，我有件事儿想问你。你的心……少庄主，少庄主，不好了！衡山派心法被千月洞盗取，莫掌门急得大病一场。又是千月洞，回山派、邙山派，这已经是第三起心法失窃。你且去回话，让莫掌门好生养病。我凤鸣山庄一定会阻止千月洞的罪行。是。 姑娘，刚刚有什么事？啊，我刚刚是想问，你的心里有没有喜欢的人啊？你，我，一个不正经的姑娘，啊？ 这就不正经了，大木头，死脑筋。七师兄，你且去衡山派探望莫掌门。是。十一师兄，你去魁山派。是。四师兄，你去邙山派。是。姑娘，你……其实你也不用挂念我的。 毕竟我也知道，江湖正事重要，百姓安康重要。等你忙完这些正事再说就好了。春花姑娘真是脑回路清奇，我们少庄主哪有很挂念你啊？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。小白，你缺不缺丫鬟？贴身伺候啊。少庄主，我倒觉得这春花姑娘长得像一个人。 是不是像小白的未婚妻呀，还是哪个大美女呀？我倒是觉得春花姑娘长得像我们厨房的七十六师妹呢。是吗？真的假的？ 来来来，快点！你要闲着呢，就去砍柴吧。砍柴？照这个样子，垒满整面墙，粗细要均匀，表面要光滑，而且堆放要整齐。你说你们凤鸣山庄人人都会武功，你何必让我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去做这种事情啊？
练刀时贸然闯入是很危险的。小白，你要开始慢慢熟悉我的呼吸声和脚步声。这是我练武的场地，外人不得擅入。我怎么会是外人呢？要不我陪你练武吧。还请姑娘离远一点。这远了就看不清了。要是出了什么岔子，别怪我没有提醒姑娘。小白，你的刀法简直是出神入化呀。姑娘这是在做什么？这儿呢一共是六个木柴，我现在在一招之内把它们平均切成八块，粗细要均匀，表面要光滑，而且堆放要整齐。还有就先这几点吧，你可以做到吗？我试试。这里不均匀，这里长短不一，是我功力不足。哪有，已经很好了。姑娘在做什么？我在收拾木材。哦，这练刀的环境整洁是很重要的。辛苦姑娘了。没事没事，你看你现在都已经知道反思了，就已经很好了，一定要加强练习哦。姑娘说的是。多谢姑娘陪我这么久。哎呦，不客气不客气，不要跟我客气。小白的表现呢已经很好了，你就这样天天这样练，假以时日一定是更有进步的。我来帮你吧。哎，别别别，我自己来就好，我也是要锻炼的嘛。哎呦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小白是不是还要去看盟主啊？多谢姑娘理解，我先行告辞，有劳了。别客气，小白明天一定要来啊，千万要来，到时候我再陪你好好的看。练刀，练刀。对付你，就得温水煮冰块，慢慢来。这是千月洞。对呀。没想到这么温馨雅致的。
小春花回到凤鸣山庄这几天可还安好啊？凤鸣山庄的人老让我劈柴做一些粗活，都快累死了。还是哥哥对我好。哥哥，这好冷啊，你不冷吗？小春花学乖了，知道关心哥哥了。哥哥可比小白有情调多了。哥哥，我身上有一块花瓣的胎记，所以我叫春花。那哥哥叫秋月，身上是不是也有块胎记啊？小春花要是这么好奇的话，不如自己来看。这么淡定，自己上手？看就看呗。没关系，哥哥给你轻薄。你是我哥哥，这样不好。自家哥哥怕什么？自家哥哥才要有点分寸。哥哥这么疼你，小春花是不是应该帮帮哥哥？萧白人很好，对我也很好。我失忆了之后，是萧白收留了我。偷心法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太正派啊？人很好，如果那萧白知道小春花是我上官秋月的妹妹，你觉得他还会对你好吗？哥哥为什么老要跟他们过不去吗？傻妹妹，我们与正道素来势不两立，偷心法是有风险，如果妹妹不想去呢，也不是不可以，留在千月洞陪我就好了。萧白可是我的真命天子，不能见面那岂不是连日久生情都做不到？既然哥哥这么需要这心法的话，那我务必是要回凤鸣山庄去试一试了。不过，我可不能保证一定偷得到啊。这才是我的好妹妹，小春花放心，哥哥会在暗中保护你。那我现在就回去了。顾星主，送小春花回凤鸣山庄。是。你放我下来！我要下来！放开你！我说顾星主，咱们能不能选择一个文雅一点的交通方式啊？你这样扛着我跟扛麻袋似的，一点都不舒服。春花姑娘，你怕是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吧？我什么身份啊？我是你们上官洞主的妹妹。嗯，顾安只是按规矩办事。那我问你啊，我跟上官洞主真的是一个爹娘生的？顾安，去给我妹妹找一辆马车。是，尊主。我到底是不是你亲妹妹啊？我的要求又不麻烦，这都不好使。的确不是，有可能爹娘记错了，春花也可能是秋月的姐姐。我上官春花，上官秋月的姐姐。干什么？你不是怀疑吗？嗯，那要不然哥哥把衣服脱了，然后给你看看胎记怎么样？我开玩笑的。自家哥哥怕什么？
哥哥，你是长得像爹还是像娘啊？怎么？虽说我们是兄妹，但是我真的没看出来我们俩哪一点像了。是不是爹娘的好都被你给遗传了？哥哥和萧白比怎么样？哥哥和相公当然不一样。你们对我来说是不一样的。有何不同啊？秋月哥哥是清人，我要是有哥哥这一半的容貌，这心法也就手到擒来了。那这么说起来，小春花想用美人计？他是君子，这美人计还不知道好不好使呢。都怪秋月哥哥抢走了我全部的美貌，要不然这美人计不会使不出来，对吧？小春花说的对，所以要找其他的办法。还有啊，不准用美人计，丢人现眼。哼，不用哥哥提醒。尊主，属下猜测春花姑娘是否就是花小磊。她是不是花小磊你紧张什么？属下绝无打探之意，只是猜测，让春花姑娘去偷心法，可是与萧白尚未练成凤鸣刀最后一式有关。耳聪目慧，为了尊主的安全。为了我的安全？没有眼睛和耳朵的人才最安全。属下知罪，望尊主恕罪。是属下告诉顾星主的，除此之外再无他人知晓。属下愿以性命担保。还有一事。说。秦流峰正前往凤鸣山庄，不过他也没有见过花小磊。去吧，看紧点。是。姑娘怎么了？你要是遇上一个魔教的人怎么办？正邪势不两立，为民除害是我萧家的职责，这还用问？那这个魔教的人要是你的朋友呢？朋友？谁？万一。我是说万一。不要胡说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不会有这样的朋友。一边是喜怒无常的哥哥，一边是嫉恶如仇的小白，我该怎么办啊？算了算了，不想了。怎么了？今天晚霞可真美呀。确实很美，我以前都没注意到过。没注意到过？春夏秋冬，不管刮风下雨，父亲都会命我修行刀法。小白，你这生活过得也太无聊了。其实我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你要不要放下你手中的刀，跟我一起看看晚霞呀？姑娘要是觉得无聊，就请回去吧。
真是个不解风情的大木头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换了新的招式，感觉还不错。你为什么不按要求来啊？你砍成这样，我回去怎么烧柴啊？柴？反正你也练过刀法了，不烧不是浪费了吗？你竟然让我用凤鸣刀砍柴！我哪有啊？这不是给你练刀的吗？这刀练完了，就刚好拿去厨房烧了呗。萧家凤鸣刀，惩恶扬善，名扬天下，竟然被你这么糟蹋！你怎么能说这是糟蹋呀？你不砍柴也得砍竹子，那不都一样？这怎么会是一样？哦，你是不是怕磨坏你的凤鸣刀啊？那我改日给你找一把普通的刀不就好了？你还有，武功学来干什么的？不就是拿来用的吗？武功不是用来砍柴的。我知道，不过你真的不觉得武功来砍柴，既能节省时间，又能练习刀法吗？小白，小白，你的刀法这么好，能不能教我几招啊？刀法沉稳，需要力道。女子生性柔弱，用刀难成大器。如果姑娘实在想学，可以学剑。不用不用，我不用成大器，我只想学几招。几招？嗯，用来砍柴用的。对人不解风情，对事不懂变通，我的男主角怎么这样啊？春花姑娘，嗯，厨房不用你砍柴了，少庄主身边也不缺人，以后就别费心思了。小白让你来说的。这个没头脑的木头，哼！你也嘲笑我，低头，低头！姑娘，这是在和花草比武吗？姑娘这练功方法倒是新鲜，敢问姑娘师从何处啊？我。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要没猜错的话，姑娘应该是少庄主从医圣家救出的那名弱女子吧？你认识小白？小白？如此亲昵，看来你与少庄主的关系不一般呢。失敬，失敬。在下姓秦，名刘峰，家父东山派掌门秦道贤，敢问姑娘芳名？春花。春花，春花烂漫，看来姑娘没有辜负这个好名字。彼此彼此，秦公子也没有辜负这风流二字吗？秦兄，少庄主，小白你来啦。少庄主，
许久未见，萧兄依旧是这么神采奕奕，颇有未来武林盟主之风范。千兄，这屋子又没有外人，说吧，此番为何前来？怎会看不见？